图片新闻，南昌玛雅乐园上演民俗打铁花，恢宏壮观，绚烂无比。2月23日晚，元宵佳节将至，南昌玛雅乐园上演了民俗绝技打铁花，铁水在空中划出一道闪光的弧线，撞击到高墙和地面上，瞬间铁花漫天飞射，层层飞花如瀑布飞泻，场面恢宏壮观，气势磅礴，绚烂无比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欣赏，拍照留念。打铁花是流传于豫晋地区民间传统的烟火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它始于北宋，盛于明清，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。来源：中国新闻网，制作：河岛电视 HOTV。 谢谢收看河岛电视。